大家好，我是小勇。这台车呢，就是咱们跑了1500公里的这个电车哈。那个棚子呢，整零散了，就卸掉了哈。这里边那个锅碗瓢泼都在这里边。这些所有的东西啊都不舍得扔啊。这台车呢，啥都整好了啊。这两天准备就出发了，把那所有的那个帐篷啊、锅碗瓢盆啊都可以拉着啊。今天呢带着秀丽啊回老家啊，回老家看一看，中午呢跟俺娘一块吃个饭。这台车呢非常的宽敞啊，就是说这样有3米。到时候睡觉的话也可以在车上睡，也可以搭帐篷睡，下雨的话就睡车上，不下雨好天气都睡在那个这个地上啊。不说了，是这个今天这个昨天开着保险丝又烧了一个，还好我这个给师傅一打电话一操作一问明白了啊。路上如果说车遇到故障了也是属于很正常的，车没有不坏的啊。啥都不说了，出发吧。来的你回家吧，走吧，我是司机吧。你是司机，搁单位司机了。你看那个王八姓，天窗大开都中，啊，对着有天窗不闷了哈，往上一推是吧？还是带着你腾腾的。好，它是电喷的，打开开关之后得等几家伙，等个10来秒。好，现在可以了，直接打火，出发啊！路上咱就不拍了啊，安全驾驶。这车坐的准打死我了！哎，坐呀，前面这耳朵都能聋聋。现在呢，还有这个2-3个村啊，就到家了。跑了是这个35-36公里哈、啊。看这麦子都长这么高了，出穗了。6月1号呢，左右哈、啊、就收麦子了，到时候再回来。啊，咋了？个都点压的都能碰透。王八姓，你是坐那车坐得了。慢点。这个声音多大，把这个那用不着的东西都拉过来了啊，还有那车座子啥的，还老家好啊，鸟语花香的就了。清静、是吧？回回坏花味多香。坏花味多香啊，坏花都是这个。这树上结了那个贝了，可以整的吃啊啊！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家家户户的都整的这个馒头了啥了，尝尝它。这是这个三八车。哎，娘，咱家地保出去了不？保出去了，给多少钱一亩啊？800。给800一亩。啊。那昨天收了没包是不是？啊，收了没的。啊，咱。没事，到6一时候回来给你收。收啊，包出去了。中。包着东南角了，没包东南角，快销。快销，人家不要是吧？不来了，咱走吃饭去吧，娘。这个呢是我们家的老院哈、啊，3间堂屋，这个是西屋，这边是东屋啊，这里一个迎门墙。出门呢，这棵树都得有几十年了啊，我小的时候都有啊。这边是个广场，坐的你蹲的都蹲哪了？你咱娘坐的你慢着点，你别开很快。不开真快，都是30-40码啊。周末娘这宽敞不？宽敞啊。好，走啊，这村里边吧，村里边都没人。找我的手手上这吃饭去了，搁这吃吧啊。两面，要了个鱼哈，弄个凉菜，弄个4大菜。这我是开车的啊，修理弄好了。该换我了。
你吃饱了吧？吃完想尝尝他这个鱼。怎么啦？啊，多吃点。吃完娘这个丫头，看她做的这个味儿些烂乎的，这个是吧？嘴里吃咋样啊？这个丫头这个味儿？我咋这个呢？嗯。还要点羊肉了，想问一下。呀，要了。啊，再喝一碗烩面。吃羊肉完了，这羊肉僵起了。啊，这蘸你不吃蒜都别蘸蒜汁了。啊，上回你买羊头吃完了吗？没有，剩点点。那别剩了，那不能放。你放冷藏了。呀，那不能吃了都。该吃吃完呢。面，小碗面给你来。啊。来吧，就是。我不喝。叫秀丽喝点吧。不喝。我减肥了，我也不喝呀。你喝，叫秀丽喝点中秀丽成小碗。呀，真的喝点吧，你俩这。这一段时间买卖差不多不？这一段不管。不管。啊。没人。是。都买二百三百，不够房租了都。啊。做买卖都是这，又好又孬。那得靠。得靠。啊。就这样照顾住家了，能不用啥？是。啊。就这得管。哎。吃饱了呢。把这肉打饱了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去濮阳门上。啊。新小米酒二九三斤。新小米酒。中午那咱回家吧。啊。开这个车哈，这个十多分钟就到这个村儿根干了啊。不能呀，啊。那边就是我们那个村庄陈庄村啊，属于这个范县新庄。再往那边呢，就到秀丽他村啊，属于是濮阳县啊，菜市啊。那个冻死了，冻死了，种了菜市的。啊。啊。没有摘来晚，不中用。咱这边种的还不多了，娘俩，那湖南那边种的太多了，一路都是。嗯。啊。这不真好，都晚一天又摘了。啊。吃饭也不能啊！多长时间没喝这个烩面了？是不是？啊啊！吃了些好了，还是啊，吃了啥都有，吃了。这期吃了虾仁那个，这期视频你看视频啊，看视频啊，这期视频都到这儿吧？啊、这期视频都到这儿了啊啊！咱下回再见，下回再见吧，啊，下回再说啊，中，下回再说一种啊。嗯啊